兄弟们，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大的鹅肝了，一口根本吃不下，一口咬下去那油脂啊，瞬间在嘴巴里面都蹦开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太香了！好了，带我大胖，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抖的男酒保，今天发工资了，带我老婆来吃一个478一位的海鲜自助啊，爽不爽，老婆？爽。今天简简单单点4000多，吃自助之前先来一份热饮热食啊，大胖的老规矩了。他这一份鱼翅汤的话，说实话真的不错，但可惜是限量的，每个人限量一份啊，想再吃的话都吃不了了。简简单单啊，小画面就给你展示一下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我头一次看到自助餐里边的鹅肝那么大，我心想，那厨师是不是给我特殊招待了、特殊照顾了？是啊，真的，你看那鹅肝，那比我手掌都大。哎呀妈呀，而且煎的那是真是外焦里嫩，真香。再来了，讲话了哈，厨师，你把鹅肝整那么大干啥了？我就想尝尝味儿，这玩意儿也回不了本呢，这是吧？但讲话了，这玩意儿也真好吃哈。真香，我一连搂了4个，那4个的话顶2碗饭了都，真的，哎呀，真得劲儿。就这大鹅肝，你要换胃口小一点的来，真的，都吃饱能回家了都。好在是大胖呀，这4个下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心想，厨师你能不能再来个20个，我都能给你搂了，信不信？说实话好吃啊，吃完以后意犹未尽的。看大胖吃的还开心的还嘎嘎炫的，最后一口我老婆说给他吃，给他吧，哎呀，让他体验一下快乐。心想了，这一块小黑子就开始说话了，胖，你吃这么多三文鱼你不痛风吗？嗨，我们常年吃自助餐的人还怕这一点了是吧？一点也不带怕的，你就炫吧，你就走吧啊！人讲话了，大胖，你要痛风的该咋呀？我告诉你，多喝点水，兄弟们，吃海鲜，吃刺身。啊，都属于极寒的东西，多吃点，多喝点水啊！吃完自助餐以后回去嘎嘎吃，喝水，嘎嘎出汗啊，一点事儿没有，你就炫吧啊！但咱讲话了哈，吃那么多海鲜，千万别喝酒啊！喝酒是真把不住，喝太多水，再多水也没用，管不住啊！你看大胖的小子吃的，哎呀妈呀，满嘴流油的这一块，炫爽了。这一块又有老铁问了，大胖你这。一排排的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北极贝啊、哦！说实话，他家北极贝是真脆爽，很新鲜。这北极贝是什么东西呢？北极贝就是贝壳啊，它这个肉是从贝壳里边取出来的，就像咱们吃的那个什么嘎啦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就是花蛤一样的。它这个就是花蛤里边取出来的，类似于这样的啊。它是一个品种，知道吧？北极贝的品种。那玩意儿呢，里头可多沙子了，处理麻烦啊。食材倒是挺一般的食材。但是它这玩意儿就贵，就贵在啥了，它这个处理方面，你一旦没处理好哈，这沙子可多了，吃起来可费劲了。但是它这个北极贝属于高品质的鱼啊，嘎嘎嫩，嘎嘎好吃，嘎嘎炫。厦门海底2万里的，它的小青龙有3种，这个是铁板蒜蓉的啊，铁板蒜蓉的话是每个人限量2只，还有个芝士焗的也是每个人限量2只啊，但是有一种不限量，就是水煮的它不限量。你像大胖手上拿的那芝士焗的哈，就每人限量2块，就是一整只的意思，啊，多了他厨师做不出来，他这么说。那他们家那个水煮的哈就不限量了，啊，那个就煮在锅里头的，那个煮锅里头的慢，为啥他煮锅里头不限量呢？因为煮锅里头他快，知道吧？啊，他后厨不用忙，啊，这咱讲话了，谁吃海鲜自助400多块钱一位，吃海蛎煎了，真是。能好吃吗？哎呀，这小子嘎嘎炫，一盘炫完了。哎呀，这不纯赔钱货吗？是吧？哎，啊，兄弟们炸了！刚才录了有7、8分钟、8、9分钟没有开麦，我真的醉了。哎，对于一个拍摄者来讲的话，哈，连自己的麦克风都没开，真的是一件很蠢的事情，真的。做自媒体4年了，说实话。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，真的是大蠢。哎，
因为我们美食作者哈，所有的拍摄成本都不低，你知道吧？很高。一期视频没有拍好的话，我们都在亏钱，你知道吧？打个简单比，我们这顿饭是478，酒店花了我们400多块钱，打车7788来回，一天花了1000块钱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说我这一期视频毁了，上传不了，那我今天就是亏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尽力的挽救一下这个视频吧。嗯。希望不会影响你们的观看体验啊。这甜虾很好吃。哦，哇，好鲜啊！那咱们就先从这个铁板蒜蓉的小青龙开始吧。哎，你看，它这个铁板的小青龙就比刚才那个芝士焗的小青龙要大很多。嗯，哇，好吃。嗯，哇塞，嗯，看这个青龙，看这龙虾肉啊，一口一个，嗯，太爽了。嗯，嗯，哇，它这个铁板每一只龙虾都有膏，嗯，哇塞，哦，哇，看这个龙虾肉质啊。嗯，好吃，嗯，真香，妈耶！哦，太好吃了，哇，哇，看到没？哇！一整个蒜蓉大生蚝，我吃第一口这个生蚝好像味道不对，再来一口，它这个蒜蓉酱没有熬好，有点发那种苦水的味道，蒜蓉酱没有熬好，不好吃。生蚝很大，可惜啊。嗯，那试一下它这个铁板鲍鱼。嗯，它这个蒜蓉切好以后过了一遍水，才会这种味道。大蒜过水了，大蒜过水了，大蒜过水以后，它炸的时候，厨师可能说不会那么苦，那把蒜蓉就不会回苦了。但是它没有规避掉这个问题，蒜蓉放久以后反水啊。专业，煮的小青龙啊，尝一口，哇，好鲜啊！嗯，哇，哦，哇，看这个肉质，粉嘟嘟的吧？嗯，太香了，哇，嗯。超级称王肉，哎，这个肉看起来就爽啊！嗯，嫩脆嫩脆的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今天非常抱歉，我有一点不在状态，真的很抱歉。
其实人一天没有那么多顺心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今天有两个事情让我非常糟心，所以说，影响到我了，也影响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调整心态，好好的面对镜头，微笑起来，嘿嘿，哼哼，今天的事情过了，来。